嗨，我是 Jepun， 我是一个网卖妈妈，也是一个全职妈妈，有一个5岁的小孩，在肚里面还有一个福宝宝。会加入网络教育平台呢，是希望帮助我的5岁的孩子能够更有效的学习，同时也希望赚取额外的收入。我希望呢，可以帮助更多的小孩子有效的学习，能够有优惠的价格，然后呢，当然也希望可以增加我收入啊，让我给这个孩子还有肚里面的宝宝能够有更好的生活。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呀、都很有爱，因为可能大多数有单亲妈妈，有很多也是全职妈妈，还有一些 full time worker， 所以都可以明白，所以能够互相支援。KS Team 呢，它有效的培训系统，能够很好帮助我们这种全职妈妈，能够随时有时间就可以进去，练习的，然后增强自己，我很喜欢。我希望更多的全职妈妈能够加入这个平台呀、然后可以利用零碎时间去赚取额外收入，让自己不会和社会脱离。See you in the team. 我们一起加油。